各位好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年是中华民国109年，也就是庚子年的最后一天。那明年就是110年，就乙丑年的第一天。今天天气非常冷，大家出门在外的时候呢，一定要多穿件外套啊，甚至围个薄围。那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是《谈天说地》第37个单元。那第37个单元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周文王与商纣王的恩怨情仇。我们在上一个单元呢，跟大家来分享这个周文王被拘在羑里的故事。那这个单元呢，我们就要来分享周文王跟商纣王的恩怨情仇。那要讲这个周文王跟商纣王的恩怨情仇，我们要看《易经》里头的第54卦。这个卦呢叫雷泽归妹啊，这个卦叫雷泽归妹。看一下这个雷泽归妹。那雷泽的意思呢，就上面是个雷卦，也就上面是个震卦，然后下面是个泽卦。那如果以八卦的这个意义来讲的话，这个震卦呢代表是长子，就年长的男子啊，意思是这样子。那泽卦呢是一个非常开心的少女啊，所以呢雷泽归妹，也就是一个非常年纪轻的少女嫁给一个年纪非常长的一个男子，那这样一个卦象。那这所以呢，它的卦象叫归妹。那归妹的意思呢，就是妹是少女的意思。那另外一个意思呢，归妹妹的意思是女儿，也就归妹是嫁女儿。我们常常说这个有余归之喜啊。过去讲的女子出嫁回家的叫余归，那这个归呢是出自易经，就是一个归妹啊，归妹就是嫁出去的女儿。不过这个归妹这个卦呢，在易经里面呢，在归妹这个卦并不是太好的卦啊，它是吉中带凶的卦啊，吉中带凶的卦。那也有人认为归妹是大凶的卦啊，一个少女嫁给一个年长的一个男子啊，这个卦为什么不好呢？因为这个卦呢，这个不是男子主动去求的，而是女生呢主动嫁给这个年长的男子，也就是说，一个年纪很年轻的一个少女呢啊，嫁给一个年纪很大的一个男子。而且是少女主动要嫁，所以叫归妹啊。如果是说男子去追求的，我们叫妹归啊。妹归就是在中文的意思里面啊，有倒装的意思啊。所以呢，归妹的意思是妹是女儿呢，是少女呢，有求于男子啊，所以呢就嫁给了男子的意思啊。所以这个意思呢就是政治婚姻。那这个卦呢讲的就是周文王的婚姻啊，周文王的婚姻。所以这个卦呢叫归妹。那我们看归妹的这个易经里面讲，他说归妹征凶无忧虑啊，归妹呢征的意思出去，不管做什么事呢都是大凶啊，大凶无忧虑，这没有什么利益了，没有什么利益啊。他初九，归妹与弟颇能履啊，颇能履，颇能履，颇是掰咖的啊，是就是这个虽然跛脚，但是还可以走路。然后呢征己，然后呢九二秒能视，秒的意思是一只眼叫秒，就是独眼龙啊，一只眼叫秒。虽然只有一只眼，但是还能够看得见。为什么？立幽人之争，幽人的意思呢？幽人的意思呢，就是未出嫁的女子了，女子待嫁闺中啊，守着贞洁，那这个叫幽人之争。也就是说呢，虽然他看不太清楚了啊，看不太清楚，但是呢，就一个少女呢，躲在闺中了啊，这个躲在闺中了啊，守住贞洁还是可以的。所以那是九二。秒能视，立幽人之争。六三，归妹以虚，缓归以地啊，归妹以虚，缓归以地啊，意思就是说，这个妹妹这个嫁出去之后呢啊，嫁出去之后，地的意思是陪嫁。我们现在常常讲说，这个新郎啊，新娘，然后新娘有个伴娘啊，这个陪嫁是这个伴娘是过去是陪嫁，陪嫁的意思。那在商朝末年的周朝的时候，他的嫁的方法是这个嫁过去是一次是嫁九个女生啊，九个女生。那也就是说她通常是这样嫁，就是嫁一个女儿，女儿嫁了之后，然后再找辈分的比两个女比这个女儿要小的两个女子，这个叫弟，叫弟。然后这个呢就是说就等于嫁了三个女生。那嫁了三个女生的时候呢，然后每一个女生呢她都有两个陪嫁，所以这一嫁呢三三得九啊，三二得六，一个女生有两个陪嫁嘛啊。那所以呢，这个周朝男子是非常幸福的，因为一娶就娶九个女生了啊，九个女生。所以呢，归妹与婿，缓归以地。九四，归妹迁其归，辞归有时。
辞贵的意思是说原来说好哪一天出嫁，可是呢到那一天却没有出嫁，为什么？因为发生一些问题而要延后婚期，但是虽然延后婚期，但是最后还是嫁掉了，所以叫闺妹辞归有时。六五弟闺妹，其君之妹。我们看六五弟闺妹，也就是文王娶了谁呢？娶了弟乙的女儿啊，弟乙就是文王的岳父了。那是一种说法啊。这个妹呢，也有人说是弟乙的这个妹妹，也有人这么认为了，是弟。但是如果我们常看这个妹的意思呢，是少女的意思的。所以一个少女呢，嫁给一个年长的一个男子。如果照这个意思来讲的话，这个弟乙啊，嫁的可能不是妹妹啊，而是嫁的是女儿啊，嫁的是女儿。弟乙呢，就是商纣王的爸爸，商纣王爸爸。所以呢，商纣王呢，等于是说招了一个亲家，这个亲家就周王了，周王。然后夜己旺吉，上六女成匡无实，四夸阳无雪啊，又无虑。也就是说，这女子啊，陪嫁出去的这个匡啊，就是抬礼品的这个筐啊，这个东西啊，里面却没有东西啊。这个新郎呢，新郎的这个嫁妆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然后这个新娘的嫁妆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而新郎啊要去杀羊的时候，这羊居然流不出血啊，所以这是一个不吉之卦，不吉之卦。这是周易里面第五十四卦的吉中带凶的雷泽归妹。那雷泽归妹呢，有一个说法叫做泽上有雷归妹，君子以永中之璧。泽上有雷，泽就是少女，少女头上有一个雷霆万钧之力啊，这少女头上有一个很大的雷在上头上所以这显然呢是超过少女的能够复合的，所以这也是被认为是凶兆啊，凶兆。就是说它是一个大凶之兆了，所以是它就是泽上有雷。为什么？君子以永中之璧。为什么？因为它的永中之璧的意思呢，是说一开始的时候嫁女啊不正，不正，所以呢可以预知它的结果一定不和谐了。所以呢，这是讲一个什么呢？讲一个政治婚姻的，讲一个政治婚姻。那这个政治婚姻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八卦里面有六个爻嘛，六个爻。那六个爻呢，六个爻呢，根据易经的这个的说法哈，这个前面它是阴阳阴阳阴阳，所以第一个呢就是阴，第二是阳，第三是阴，第四是阳，第五是阴，第六是阳哈，它是阴阳阴阳，它是这样子哈。但是呢，它这个初九跟九二，也就是第一个爻跟第三个爻就是嫁的新娘了，那第四个爻呢，就是要嫁的新郎了，新郎。然后第五个爻呢，第五个爻呢是什么？是岳父了，就是弟乙。那最后个爻呢，就是到寺庙去拜拜啊，是这个意思。然后呢，初九跟二六这两个爻呢，他其实的意思是陪嫁的女生呢，陪嫁女生，也就是说，这个弟乙呢，不只是把自己的女儿，最小的女儿嫁给了周文王，而且还把最小女儿的两个堂妹或者是表妹，是宗室的女生，但是她的辈分呢，要比这个弟乙的女儿还要低一个辈分，年龄比较小，还陪嫁了两个女儿，陪嫁两个女儿，然后这两个女儿呢，陪嫁的这两个人呢，她是可以帮助。可以帮助新娘，免得新娘在婆家被人家欺负。他的意思是这样子的，就是说，陪嫁这两个人他的权力比这个新娘，因为新娘太小了嘛，那还帮助新娘来对抗婆家的这个势力。他的意思是这样。但是呢，如果这两个陪嫁是女子，她如果是一个什么非常有权力欲望的，非常掌握权力的，那这时候他就会帮助新娘来压制老公，那这个就是不好的兆头啊，不好的兆头啊。所以呢，这卦呢就是被认为吉中带凶。为什么吉呢？因为他娶到，因为嫁女儿嘛，嫁女儿本来这个结婚这件事情啊，本来就是吉事嘛，我们叫喜事吉事。但是这个结婚这件事喜事，但是因为他的来源不正，来源不正，就是他是另有目的的婚嫁，所以呢，他最后的结果就可能不好啊。这个卦是这样的意思的。那原来呢，这个少女出嫁在周朝的这个制度里面，商朝周朝的制度里面呢，不管呢，就是说这是一个很正当的事情啊，正当事情。
因为在原始社会一夫多妻，一个老公一夫多妻制，它是原始社会的这个婚姻的遗迹，而且是当时社会所承认。那因为一夫多妻为了要照顾妻子，为了照顾这个嫁过去的这个公主，常常会有陪嫁的女子，那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伴娘，如果男生就叫伴郎，女生就叫伴娘。那在古代里面就伴娘是嫁过去之后是不能回来的，也就是她跟着新郎一起过日子。所以呢，在做刚提到了，在商朝末年、周朝初年的时候呢，当时的嫁娶制度呢，就是娶一个妻子诸侯娶一个妻子，他可以得到9个女子9个女子，因为陪嫁过来的女子除了娶到了正妻之外呢，另外还有2个。年纪比他小，辈分比他小的女生，可能是他的堂妹，或者是可能他的表妹，所以他娶了3个。那娶的这个叫弟，好像弟，就是说偏室。那这个叫妾夫。那每一个嫁过去的女生，嫁了三个女生，每一个女生有2个佣人所以也是女生，所以这样就有6个，所以6+3=9个。所以呢，在古代的制度里面，娶一个老婆有娶了9个女生娶了9个女生。所以这个闺妹的卦它从如果我们去补卦，补到闺妹的卦它呢就讲说，就是刚开始是很开心，但是呢，危害在后面，也就是不久返凶，祸出百端，愿望受阻。所以呢，这是呢有违常情，也就是这种婚姻呢是有违常理啊。能不结就不要结了，但是如果结的话怎么办呢？没有关系，你就结的话就是呢凡事做事要谨慎小心，为什么？因为娶来不正，那祸害在后面了，所以你做事情呢要一定要谨慎小心，所以这如果是爱情补到这个相是什么？是女追男，女生倒追男生的这个相，那过去呢，女追男这件事情被认为是不符合正道了，因为只有男追女，没有女追男，所以女追男这个呢，大部分在过去的封建时代的社会，大概都是悲剧收场，悲剧收场，也就是说，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卦的话，不要强求，强摘的瓜不甜呢，所以宁可晚婚，所以呢，卜卦卜到闺妹的话，宁可晚婚，然后那如果是问疾病的话，就可能会有反复恶化。会有反复时好时坏，甚至有变坏的迹象比较多，所以呢，那经商的时候就注意了，要特别注意了，怎样，特别注意呢，跟别人合作的时候特别注意，因为可能呢这个合作是别有目的。那如果是诉讼的话呢，这个诉讼呢可能会栽在女生的手里在女生的手上。那如果是出行的话，就是呢，最好是不要出行了，最好是不要动，不要动。如果要动的话，要谨慎而行了，谨慎而行。所以呢，在人生的过程当中，如果遇到闺蜜呢，补到这闺蜜的卦，意思就是说，你可能是一个高攀人家了，高攀人家，也就是说，可能因为女方家里有钱有势，所以你想要这样子，这个是闺蜜卦，闺蜜卦，那就要怎样？要注意一下啊，稍微注意一下啊。如果你受不了那个气呀。最好还是不要高攀人家，那你如果是受了养那个气，那你就去结婚吧，那意思是这样。所以呢，这个雷蛇闺妹呢，在卦象里面呢，就通常被认为是所谓的这个吉中带凶。那我刚刚给各位谈到，雷蛇闺妹的这个第五个爻，第五个爻指的是帝乙，帝乙。那帝乙呢是谁呢？帝乙就是商朝的亡国君商纣的父亲呢。商纣的父亲，也就是商纣呢的父亲，所以呢，因为帝乙呢把最小的女儿呢嫁给了文王，所以呢，这个文王呢可以说是商纣的等于是他的妹夫了，妹夫啊，就是帝乙是他的这个岳父了。但是因为当时周文王年纪已经很大了，甚所以呢，可能呢还比帝乙呢可能年纪差不多，年纪差不多，那他把女儿嫁给他了，那这件事情呢就是一个政治婚姻。那为什么帝乙这么尊贵的王室呢要把女儿嫁给一个那么年纪那么大的周文王呢，答案只有一个，因为呢周朝呢这个周氏
非常的兴旺啊，就周氏呢，这是一个什么？是一个蒸日上的一个诸侯啊。商纣呢，商王呢的势力呢，国家的势力呢越来越衰弱，所以他必须仰仗一个非常强壮的诸侯呢，来增强他的国力。所以呢，这个帝乙呢就想一个方法，就跟他结亲，跟他结亲，所以就把把他的女儿嫁给了这个周文王。所以也有人说了，因为他是也有人说，所以周武王，他的妈妈呢，就是商朝的帝乙的女儿，但这个没有人能够证实，因为过去我们知道说，一个男子可以娶好多个女子，但如果是帝王的女儿嫁过去，很可能是正妻的啊，很可能正妻。然后这个周武王显然是正妻所生嘛，所以呢，有人这么说了，就是，周武王呢，其实是周武王呢，要叫纣王叫舅舅。那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这是一个存在一个非常复杂的关系的啊，非常复杂的关系啊。但是就卦象来说啊，就是商朝的王室呢啊，自愿把女儿嫁给周氏。那周氏呢，基于某些理由啊，不得不接受，所以这是一个政治婚姻呢，它并不是两情相悦而结合的啊，所以闺妹这个卦呢，意思虽然合作可成了，但是各怀鬼胎，所以呢，也许可以解决现在的难题的，但是呢，只是把难题往后延了，所以长久而言呢，可能并不是好事呢啊，因为呢，维持双方关系的这个基础呢是相当脆弱，或者是带有危险的因子啊，所以呢，在相处的过程当中，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啊，要谨言慎行啊，免得遭遇祸事啊，所以呢，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闺妹卦的前一卦是叫见卦，见卦也是一个好卦，见卦也是个婚姻卦，那这个见卦呢，这个是个好的婚姻。所以见卦是个好的婚姻，所以第五十三卦是好的婚姻。那第五十四卦呢？这个雷泽卦呢？雷泽闺妹卦呢，就不是一个好的婚姻了啊，好的婚姻。所以这里头我们可以看到哈，闺妹卦它具有这样的一个集中带凶的这样的一个意思了，那我们可以所以呢，他说了。泽上有雷，闺妹，君子以永中之璧，就是告诫啊，你要知道说这件婚事呢，这件婚姻之事呢，它是别有目的的啊，别有目的。所以当你结了这个婚的时候，你就要知道后面的走到后来可能并不是有很好的结果。那周文王跟商纣王究竟有什么恩怨情仇呢？我们来看一下周文王跟商纣王究竟有什么恩怨的情仇。我们看这张图，这是周文王姬昌，这是商纣王，这是在网络上抓到的图，这是周文王跟商纣王的恩怨情仇。我们知道冬去春来，年复一年，商朝根据呢万年历的推算，制定出精准的太阳历。那主乙七世，我们在上一次时间跟大家分享主乙的一个天文大臣叫万年啊，他观察天象的，所以发明了万年历。那主乙去世以后了，他的儿子呢啊叫祖辛，祖辛呢继位之后，为了感念万年的功绩呢，所以就把万年所创造的太阳历就命名为万年历，那封万年呢当做日月寿星，所以过去呢，人们在过年的时候常常会挂上一个寿星的图了，寿星图。那为什么挂这寿星？这寿星图就是纪念了这个德高望重的万年啊，那文王的六十四卦当中的第五十四卦啊，雷泽闺妹啊，象征什么？象征是立家啊，成家立业啊。虽然是少女嫁给年长的这个周文王啊，但是就一个男子来讲，结婚是一件大事啊。孔子说三十而立嘛，就是。但是呢，周文王娶这个少女的时候，可能是不是三十岁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它是象征一个立家兴业，这个卦本身是一个好卦啊。但是呢，周易却说，为什么闺妹争凶，无忧立啊？这个闺妹这卦不好，周文王这是回顾了，所以有人说啊，易经的六十四卦是周文王的这个人生的经历的，所以在这个他的人生经历，他因为娶了这个女子反而中了他的七舅，也就是纣王的忌
被纣王关在羑里面。所以呢，就是讲到大凶之卦，在《易经》里面讲大凶之卦，讲大凶之卦，就是大概只有这个卦，叫龟面大凶之卦。所以呢，是属于下下卦，所以他在他的这个爻辞里面呢，六或六六都提到地以龟面啊，其君之节不如其地之绝粮。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呢，就是说国王的妹妹嫁过来的时候，绝的意思是衣袖了，衣袖穿的衣服了，不如旁边两个妹妹穿的衣服漂亮，也就是伴娘的衣服了，穿的比新娘更漂亮，不如穿的比新娘更漂亮为什么伴娘？为什么新娘穿的衣服没有伴娘那么好看呢？因为伴娘这人她身份已经非常尊贵了。所以不需要在衣服来装饰，不需要衣服来装饰。所以原来的意思呢，就是说这个，所以商纣王的这个女儿确实好女儿但是她嫁过去，她明明是国王的女儿，可她穿的衣服反而不如了陪嫁的伴娘的衣服那么好看所以他就讲说这个绝呢，就是说其君之绝，其君之绝就是说这个公主的衣袖。不如其地之绝粮不如他伴娘的衣袖，伴娘衣服那么好看，伴娘衣袖又好看所以呢，这个意思呢，为什么这样子？就是不要让他的夫家觉得这嫁过来的女儿非常骄纵，所以他穿的衣服很朴素他陪嫁的侍女陪嫁的妹妹把她穿得非常华丽所以叫地女下嫁。表达什么呢？这个礼不贵事礼不贵事礼貌这个礼仪不贵事重在人品不重在衣服足以为天下表率。所以呢，龟妹这个妹嫁过去的时候，这个龟妹其实非常自恋就是非常注重礼节她知道自己是国王的女儿所以呢，她穿的礼服不是最漂亮，是当天礼服，并不是最漂亮的衣服，而是当天穿最漂亮的礼服却是她两个伴娘那为什么会这样做呢？因为商纣王的爷爷也就是帝乙的爸爸叫文丁。文丁晚年的时候呢，他杀了一个人，这个人叫季历，这个季历是谁呢？这个季历是周文王的爸爸。也就是说，也就是帝乙呢，他的爸爸文丁呢，在世的时候呢，他杀了周族的首领季历季历就是姬昌文王姬昌的父亲文王姬昌的父亲，所以至于导致因为这个文丁杀了季历所以呢这个周文王就立了个誓言有生之年一定要推翻商朝，有生之年要为父亲报仇。所以呢，这个文丁去世之后，帝乙即位的时候，他想改变这种状况，他想周文王信誓旦旦要报仇，那这个冤家宜解不宜结冤家宜解不宜结虽然呢，上一代的国王，我的爸爸把你爸爸杀了，但是我认为冤家宜解不宜结，这样子好了，我们两个结个亲家好了，我把我的女儿嫁给你，我们这一次算扯平了这是帝乙呢跟周文王讲的条件就是说我的爸爸杀了你的爸爸然后你要兴师问罪，兴师复仇，但是呢我们就算了我们就结个亲家，我把女儿嫁给你过去是一笔勾销，你看怎么样周文王呢当时呢因为力量还不够大，那这个帝乙跟他讲，如果你不答应的话，我们两个部落我有一战，但是我现在兵力比你强，你不一定打得过我。所以周文王一听有道理，就说好吧，那我就娶了你的女儿。所以呢，为了避免这个商周的关系的恶化所以呢，季历之子这个西伯姬昌即位之后，他一心一意想为父亲复仇然后呢，这个文丁的儿子帝看这个情况不妙，所以就主动说：“我把公主嫁给你，我们就算了吧。”所以呢，因为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帝为什么这样做？据说呢，帝当时准备把兵力派在另外地方，就是准备呢要去征伐人方。人是
我们的为人处事的人啊，方啊，四方人方啊，人方是东夷的一族了，就是现在少数民族异族的一支了，要去争，要去讨伐夷方啊，他准备做夷方用兵，可是兵力不足啊，万一呢，周文王真的造反之后，他把他打不过。打不过，所以他为了避免两面受敌，为什么？因为人方呢在商朝的东面，而周朝呢在商朝西面，所以他为了避免两面作战，所以提出一个这个权宜之计，就是把自己的妹妹、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文王，嫁给文王，决定稳住文王之后，然后再东征人方，东征人方。那周文王看到自己势力还没有那么强大，所以就接受了这个政治婚姻。所以在周在文丁在这个帝乙的在帝乙在位总共29年将近30年的岁月当中啊，商周之间呢、就是维持一个很和平的状态。好，那双方的关系非常稳定，就是解决彼此之间的矛盾。那就是这是帝乙归妹啊，为什么要把帝乙归妹的这个故事？那因为呢，这个我刚刚提到这个商纣王啊是。他等于是文王是商纣王的七舅那的妹夫呢，那商纣王是武王的舅舅，对武王的舅舅，那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之间的关系呢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呢周文王姬昌呢当时可能是审度时事，什么时事？认为妹商的时机还没有成熟了，所以为了稳住呢商王，所以争取足够的时间来养精蓄锐，所以双方各有打算。这岳父这边呢，这个弟这边呢，是要打算稳住周王，以便要亲征人方呢。那周王想说自己力量还不够，利用这个时段呢，稳住商朝，让自己的积蓄力量，是各怀鬼胎。所以这件事情叫弟归妹，弟归妹。所以呢，在当时呢，一时传入美谈，双方皆大欢喜。但是呢，这个坏的事情还在后面。所以呢，在这那为什么周呢？为什么说这个卦是大凶之卦呢？因为他的岳父呢，这个帝乙去世了，帝乙去世之后呢，犯他的儿子了，犯他的儿子，就是他的七舅了，这个商纣王继位。商纣王继位的时候呢，商纣王继位的时候，这个事情就没有那么好做了，没有那么好办了。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周文王会觉得说自己是老大嘛，年纪又大了，那一个小伙子居然敢跟我这样子。那商纣王想说，这个妹夫啊，年纪都比这个妹夫实在太不像话了，所以双方呢之间就有一些纠纷，所以两个就看不太顺眼看不太顺眼。那看不太顺眼的时候呢，那当时呢，纣王。想要对西北的这个一个少数民族叫鬼方，想要对他用兵，但是呢，对西周他不得不防备。他的爸爸因为要对人方用兵所以又嫁了一个妹妹给周文王了。但到周王的时候，他又想对西北的鬼方用兵，但是呢，他又担心了这个周西伯呢，这个扯他后腿。但是他想，当时西伯人气又很大，怎么办？他又也不能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西伯吧？所以想到那些想方法，什么方法呢？就把这个周文王骗到朝歌，然后把他囚禁起来所以这个恩怨情仇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发展？那为什么这个卦会变成凶卦呢？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跟大家继续来分享周文王跟商纣王的故事。谢谢大家。